10月5号晚上，电影《中国女排》片场视频曝光了，巩俐饰演的郎平造型首次亮相，扮相还原度极高。视频中呢，这个巩俐正在拍摄现场和探班的成龙大哥呀开心的互动，两个人脸上洋溢的笑容。此视频一出，网友们纷纷的就评论：这真的是巩俐不是郎平吗？巩皇的气场十足，让文物以为是郎平亲自出演了。有球迷说呀，巩俐真是神了，站姿握笔各种姿势都非常的像。中国女排电影一公布就受到各方面的关注，特别是中国女排在11连胜卫冕世界冠军之后，这种期待达到了一个巅峰。在国庆70周年庆典上，中国女排彩车上迎来了最硬核的表白，兵哥哥们狂喊中国女排世界第一。果然，在国际排联最新公布的积分上，中国女排时隔一年重返世界之巅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。中国女排的领队赖雅文的扮演者也被曝光，她正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冠军李珊。从现场的造型来看呢，也非常的像。有意思的是，魏秋月的扮演者是姚迪，这点呢或许更值得球迷们期待了。姚迪版的魏秋月到底如何呢？让我们大家期待吧。大年初一的《中国女排》这部电影，巩俐郎平这个造型，您有什么期待呢？欢迎说出你的想法。